我感觉他有点疼的厉害了，然后就不走了，往回走就是基本上悬着腿回来的。在伊丽莎白圈别让他舔，明天去医院。没有伊丽莎白圈啊，咱家哪有那玩意儿，绑上纱布明天再看看应该没啥事，绑不了，绑纱布他肯定给他也给扯下来了，而且他是脚的，不是说你像在腿棒上哪块，这个位置肯定估计是够呛，他能让绑，看了吗，他现在肯定很疼，是不是直舔的舔发炎了，正常来讲，哎，他没有明显的外伤，他只是那边那块有点割破了，还在打哆嗦，是不是？让他缓一会儿，先看看啊，先缓一会儿看看，一会儿不行的话，实在不行我就上医院。不是我是联系这个大夫吧，他这个点已经下班了，他医院基本上六点钟左右就下班，这个点我估计是够呛能回去，一会儿看看，要是等到再晚一点，如果还是说疼的厉害，没有缓解的症状，不行我就领他上哪，不行我领他上那个24小时都开那个医院，直接领他拍片子去，是不是？别舔了，好了。想一想啊，好了，别舔了，别舔了，舔那儿了。不是扎刺儿的，刚才它憋着了，脚丫子插那个笼子底那个缝里了。知道以前从来没插过缝里，知道怎么是脚，我知道它能插缝里了。是不是？你看脚一排一排，是不是现在疼？其实狗的痛感其实跟人比它痛感不是很强了，怎么着它能像现在嘚瑟然后去舔去，说明它现在应该是很疼，是不是？别舔了，别舔了，不是被咬的啊，刚才直播的时候啊，直播的时候先给它舔了。
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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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啊！行了，大孙儿。我去趟医院，我的铁蛋。我跟你说个什么？那腿刚才那个。我开门的时候啊，就这个脚趾头插在那个龙的缝里，插进去之后别了吧，现在它脚趾头没了，然后一直在舔，一直在咬这个，然后都不多。然后我刚才摸了一下，我感觉它这个缝现在一动它，感觉里面好像有一股长的，你可能是不热。嗯，烧一遍 OK， 它要圆的先看，谢谢了，啊。我明天晚回来，你说女儿该睡觉睡睡觉啊，看看晚上有可能我就不回去了啊，是吧？是吧？你说我看看铁蛋什么样，要是没事儿晚上我回去了，要是严重的话晚上我就不回去了，啊。行，你确认看了我就。好了，你到这儿了，你要睡觉吧。先把大狗喂上啊，我把他们喂上，铁蛋儿不能喂了，铁蛋儿不能喂了，一会儿不知道是需不需要做手术啥的，要是没事儿都回来再喂。然后我把大狗先喂上，喂完之后就咱今晚住院，咱不回来了，是不是也没事儿？是不是？我先把大狗喂上，喂上咱就走，老铁们啊，感谢李啊，谢谢直播间老铁们啊，欢迎我陈燕姐啊，感谢啊，谢谢。稍等一会儿，老铁们啊，咱停个几分钟啊，我把大狗喂上，喂上。哎，走。大金小金的把我充电线也不知道给我撇哪去了，这俩孩子把我充电线给我扯没了，找不着了。我的妈！手机没电了。
阿宝吃错了，吃自己的。阿宝过来了，吃自己的，吃你自己的了。阿宝，就那个是，对，吃吧。这儿这儿呢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瞎呀你俩，这儿呢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，过来。你不挨早挨干吗？过来，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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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对，吃吧。三哥啊，过来来，过来，老三来。傻老三，过来。
在这儿呢，来，快，干吃吧。不是好吃好的一天。笼里铺上东西呢，我回头给他买那个垫，买那个铺的那个那塑料的那个隔板，之前的隔板少了一个，之前隔板少了一个，我再给他买一个。现在给买，你知道什么尺寸的吗？你应该不知道啊，姐。啊，你知道什么尺寸的吗？你说从小到大就住了一年多了，在这笼子，没有一年，不住了半年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万万从来也没夹过呀，只是他怎么能把脚丫塞这里吗？这缝多大的缝？大金小金没事吧？有没有撑着？肯定撑着了，你不用寻思啊，只找水喝，不敢给喂水。喝完水，我跟你说，肚子里那狗粮一胀，我跟你说，明天我爸肯定得拉稀，不用寻思，必须得渴着啊，必须得饿渴一宿。这个笼子都在买，二宝他们那笼子没事啊，他们那个笼子它比这个缝还小啊，你看他们那个笼子。没事儿啊，而且他们笼子基本上都有啊，他们的不用，为啥呢？因为用那个之前吧，用那个底下太埋汰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就始终没给他们铺。大金小金吃自助餐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哐哐造啊，老弟们，咋别理的呢？故意塞都费劲，那个吧，故意塞也塞不进去呀，他就能踩里面。哎，你说就这么大的缝啊，脚趾头就塞里了，塞里之后，然后他不会说往上拿，塞里之后，哎，抽不出来了，咔，他使劲疼啊，直叫，一看不行。啊！我都费半天劲，我才给他拽出来。当时我手还拿一个手机，你知道吗？拽半天没拽下来，我就俩手啊，把手机我就放笼子上了，然后哐哐我给他拽，一顿拽啊，最后终于给他拽出来了。这大孙笼子是万宝干爹定的，对。明天再整吧，明天再定吧，不着急啊。就晚上要是回来的话，让大春先跟二宝笼子住，跟二宝笼子住一宿，先对付几宿。他搁这个笼子肯定是没事儿的，晚上在这个笼子睡几宿，然后让二宝跟万万在这一块住两天，是不是？啊，两个女生没事儿，让二宝跟万万在一块住几天。啊！我拿过来了，把我点福棉签给我踢这儿来了，小子，寸劲儿，真的，寸劲儿。爸回去了。爸回去来了，过来了，老三了，
别动啊！自然了。等会儿，老铁们。他都回去了，你们跟我过来干啥？去回去来，小花回去来，花花进去来，快点来回去来，回去，花花回去了。阿宝，你过来来，你上爸爸笼子里，先进去待着，我给你找个垫板先垫上了。过来阿宝来，进去来，过来。过来了，进去了，回去，回笼子先去。阿宝，进去，过去，进去了。阿宝，过来。哎呀，进这笼子，进去了。万万，我就给他俩找个板，我先给他俩垫上啊。有这事儿了，咱就害怕了，我也怕。回头你说阿宝、万万在这笼子里再夹一下子，你受不了了。是不是啊？关键之前从来没发生过这些事儿啊！你看，这有板儿。这个拿着。小花，来，坐下来，别动，坐，阿宝坐下来，你俩不许动啊！谁敢动一下啊，我给他好果子吃啊！把这个先铺里边吧，是不是？二宝过来，来，让他坐好了，别动啊，别动啊，拿抹布给他们擦擦，搁车库里放时间长，路子全是灰，给埋了。啊，我这衣服裤子、短袖啥的，这家大惊小惊全给我落下来，全给我造。哎，用水冲一下行不行？那我用水冲一下吧，老板。那咱有刷的，我给他们刷一刷。啊，等我两分钟，老铁们，我把这个刷一刷。啊，湿点没事，是不是？干净就行了。来，坐下来，别动啊！你们看看大金小金吧，老铁们，是不是？看看他俩啊，今天。那两个小家伙闯祸了，是不是、啊？看看他俩状态咋样？啊，你看今晚他俩不叫了，是不是、啊？吃饱了是。
好点了是不是？嗯，感觉好点了。没事了啊，没事。这碘伏这么好使吗，老铁吗？啊，这碘伏这么好使吗？嗯，还是有点不太敢走道，但是已经，你看，已经腿已经敢着地了，是不是？肿了，就能看出来这个位置已经肿了。嗯，这个，这肯定是别的，你看这块肿的，肿的。他就脚趾头这么查理之后吧，他这么别了，知道吧？这么别的。舔了，别舔了，别舔了，别舔了，好了，别舔了啊！还多着吗？还多着哈、啊？哎，软组织挫伤。还能吃进去饭吗？大叔，嗯？小可怜，这小可怜，这回老实了哈。嗯，脚丫子往那里塞干啥？你是不是虎？是不是虎？疼不疼？你老疼了吧？带个圈舔。他不怕舔没事，老铁们，因为他没有明显的外伤，皮肤没有破，老铁们。他现在是肿了那块，你刚开始啊，刚开始之前，你看咱们刚开始看的时候还没这儿，还没那么肿呢，现在已经明显肿起来一块了，啊！但是他现在敢走道了，敢走道了。
用嘴吹吹，嗯，用嘴吹吹没有用了，老铁。嗯，我现在想要不要去看？现在看看去，那我也看看去吧。嗯，那我就下播了，老铁们啊。为啥呢？因为我开车又就一个人，我开车我没法直播。啊，我到医院之后我再重新开播，家人们啊。现在9:30，我估计半个小时应该差不多到了。啊，半个小时差不多到了。啊，因为从这块到那个24小时开的医院，我估计得个一小会。啊，然后我到了之后我再开播，老铁。嗯，到了之后再开播。去了，我领他拍个片子吧，或者是让大夫看看啊，让大夫捏捏。啊、嗯，如果说大夫说不用拍片子，没事儿，那咱就不拍了，是不是啊？大夫说需要拍片子，咱就拍一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现在走，老铁们啊，我到医院之后我再开播，啊，让大家伙随时都能看着咋回事，好吧，老铁们，啊，还瞅这样，我估计、啊。骨头有应该是没啥事啊，我估计骨头应该是没啥事啊，我估计就是夹的闭的太疼了，是不是、啊、把那块夹肿了，肯定是疼了，是不是、啊、你把笼子好好关一下看看再走，没事，我关好了啊，关好了啊，谁知道他俩今天怎么熟了咱也不知道啊，按理说这个玩意儿你们大狗都扒出来，他俩怎么能扒了出来，是不是、啊，伤到骨头他不能赶走，是不是啊，肯定的呀，他要伤着骨头的话他正常来讲他不敢着地儿了。我这一着地肯定疼得撕心裂肺的。行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大孙的走了，可老爷走了，快来来快来，走走走，大孙的过来过来。大孙啊走。过来了过来了。你看啊你看。你看还能跑了，是不是，看两个啊，老实玩吧，他俩挺近，他俩知道在那笼子上，在那个店，在那个那玩意儿的，但是这个有点小啊，他这个不是那个这个笼子专用的，他这个店吧是那个二宝他们二宝万之前那笼子，他们那么大，是不是？行了，我不跟你们说了，我先下了，老铁们，我换完衣服，然后开车我们去，到了之后我开播，待会儿再过来，啊，好了，先挂了啊，一会儿见，回来吧。